你被流量给限制了。我就说啦，这个频道就是来工作的 啊你怎么不说你现在工作赚钱被薪水给限制了？怎么不说你被工作给限制了？你就跟你老板说这个工作你不想做啊？怎么不说了呢？今天准备一个快乐的开箱给各位哦，哈啦！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大空毛什么什么什么的纪念，不是飞机杯啊，干！看到这个大小就觉得是飞机杯，你们买的很熟练，你，吼吼，哦吼吼，太爽了吧！哇，居然是泳装哎，好好看哦，喜欢。我觉得他这样弄得很好，他前面就有保护膜了。哇，亲笔签名，哦，这个是运动护腕，有可能是经纪人签的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讲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样怀疑人家这样对吗？哈，整天在那边怀疑偶像欸，很坏你们这些人，社会的阴暗面就是你们。这个也是色差问题啦，这个应该是偏蓝绿色的，偏蓝绿色。哇，吱吱呀呀的娃娃，啪啦，可爱。看，还有另一只，以前对 VT 完全没兴趣，阿杰去哪了？已经死了。我现在还在赚 VT 的钱，真他妈爽！这个想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找我工商。欸，我前一阵子工商 VTuber 那一篇贴文流量挺高的，这个触及挺好的。这个有经营的话，有兴趣欸，可以找我业配一下。这个台币的话欸，可以稍微给点折扣。Oh my god！ 哦，这个超棒的，这是什么压颗粒的立牌吗？它应该是可以叠两层的那种，比较有层次的感觉。哇、哦，这个好赞，这个很赞，干这个我超喜欢，这个太赞了吧！哎，这个超棒的，里面我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，哈啦，喜欢，好棒啊！哎，这个好好看，哇，最喜欢这种桌边可以放的摆饰品了。玩单机游戏 AJ 死好几年，乱讲，我都有在玩单机游戏，只是很少开台玩而已。我开台玩又没人看。欸，我最近开始玩死亡搁浅，刚开始玩，玩到第二关而已，干，觉得超好玩的。我们今天要先来玩我 iPad 上载的游戏，我们先来玩这个叽叽叽叽叽叽，选择一个角色是吧？选这个好了，不开玩笑吧，叽叽叽叽叽，这个我在 QOO 平台看到的，评价好像还不错。类弓箭传说吗？这个双轴射击，我可不可以自动瞄准啊？长按再次点击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可以射一发大的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这样就可以在掩体后面攻击。啊，他是要死了没？超级难控是怎样？哎、欸，他弹反我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控制真的是要反省一下，有点难控。哎呦，好像有爽哦，好像没有想象中有趣哎、欸！百人大逃杀，又大逃杀，已经没有人在玩大逃杀了。我会不会是选错角色啦、啊？这只感觉不适合我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宿舍第一枪，你干嘛？我赢了，干，这一定是电脑，台湾一定是宝贝，这个真的是电脑吗？等一下。会取这种名字的感觉怪怪的，感觉应该不是电脑吧？视讯卡了，哎、欸，干我的视讯怎么卡了？哎、欸，干没有我的帅脸，这样流量不行哎、欸。好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哦，原来我刚那样是把自动瞄准关掉，难怪那么难瞄。好了，有自瞄了，这游戏会玩了。我再玩一下这个玩家对战，我看他在 QO 评价不错，想说应该蛮好玩的。看起来好像又还好，单机老人怎么可以开自瞄？我已经是黑暗单机老人了，好吗？哇，等一下，这个人真的有点多，我在哪？我在哪？我靠！我好挤啊！好挤！不要过来！他妈这三小，努力努力开箱子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哦，我有两箱，我有两箱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干嘛？问问问问问问，那
人啦、啊，妈的嘞，你个脑，怎么补血啊？快玩不下去了，这游戏怎么出去这个地方啊？哦，这边出去，这个跟荒野乱斗有什么差、啊？荒野乱斗还比较好控，不过这个好像真的有一百人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我队友是不是？原来，哎、欸，原来有队友。哦，我瘫了，干，等一下啦，不要卡我，你这白痴。我去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死了？哈，这个是山寨的，这个也还好啦。这种游戏玩法本来就可以，很多人有在用了。我觉得就是，这就是荒野乱斗，差不多。然后多了一些单机的内容可以玩，操作就像太阳一样温暖。我觉得它主要真的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荒野乱斗它那个操作起来就是很滑顺，很好瞄准。以为今天会有儿童节特辑。Oh, no, 儿童节特辑你想要干什么？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儿童节特辑？你说来听。你是想要玩什么蔚蓝档案之类的吗？这个可不行哦。蔚蓝档案是一个虚拟的儿童色情，光遇是一个真实的儿童色情，这两个都非常的不好，我们谴责，我们拒绝这款 G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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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阳性77%，阴性22%，193人投票。好啦，推荐大家可以去玩个荒野乱斗。好，我们来玩这个叫 Rumble Heroes， 这个观众推荐的，听说还不错。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一款看起来有点意思哦。嗯，怎么攻击？圣火降魔录有啊，我原本我载啊，之前开过一次单机老人合集，开那个 Romancing Saga， 但实在流量没有很理想，所以后来就不开了。没办法，你们这些单机老人都不来捧场，那还是就算了。嗯，因为我也说过，你们就是一群想要嘲笑手机游戏的单机老人。我拿一款认真的给单机老人玩的手游，你们才不屑看啊？那我就真的没办法。你被流量给限制了，我就说啦，这个频道就是来工作的 啊！你怎么不说你现在工作赚钱被薪水给限制了？怎么不说你被工作给限制了？你就跟你老板说这个工作你不想做啊？怎么不说了呢？欸、其实有点好玩呢、欸，说不出哪里好，那还是好有点好玩。我是啊，那你很棒啊，那你很棒哦。谢谢杰哥，我被支遣了。哎、欸，这款不错哎、欸、，BGM 也不错。哦，还有一只在那边飞天御剑，好帅哦。他会不会是现在给我一堆超强的，然后之后就会跟我说，哈哈，这个只是让你体验啦，后面你给我从头来过。哎，太棒了吧，耶、yeah, ！我又变成废物了，妈的小兔兔，死你啦，干，死你啦，小兔兔。我刚只想说应该不能砍吧，随便砍一下，哎，结果可以砍，干，答对了，妈的嘞，玩过几百款手游了，还会不知道你的套路吗？哦，给他三块肉就可以加入，所以我选择一个我不讨厌又能接受的薪水，准时上下班，并且不会要求我加班的工作，那挺好的、啊。如果人生能选择一个可以接受的薪水就可以过活的话，其实挺好的、啊，没什么不好。兔兔那么可爱，就是要拿刀砍他，不知道哪里好，但就是挺好玩的。画风干净又能砍兔兔，先赢一半，砍这个狗狗，是呢，伐木工。帅狗介绍你工伤死神有什么看法？干妈的乱讲，这个不排除提高，类似《基地国》，好爽哦！这个砍树好疗愈哦，进化魔法阵哦，然后这边就可以开新地图。球场议员登报道歉，怎么有点熟悉啊？哥布林掉落的草原弹珠，重建村庄，还蛮好玩的，还蛮好玩的哎！要开始盖了，消灭十只史莱姆。准备要整营地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些猛男看到什么都砍，看到树也砍，看到史莱姆也砍，看到兔子也砍，预算也砍，真的是说不出哪里好，但就是还蛮好玩的。又增加了一个猛男，奥利佛辛迪，感觉是法师。对啊，这个玩起来很舒压哎，其实挺疗愈的，什么都还好，就是好玩。我们终于找到一个什么都还好，但就是好玩的游戏。有够疗愈，消灭这只熊，宝箱，熊熊那么可爱，是啊，这么可爱，洗内啊，建设酒馆，等一下，这个感觉就是抽脚的，哎呦，这个应该就是抽脚了，招募，咣，
九次之后会增加上位英雄出现的机会，可以得到伙伴的碎片。哦，它是固定三选一这样子。哦，干，还可以直接从这三选一里面再来啦。三选一里面，嘿嘿，头巾科比。哦，又中又中又中，哎，还不错。我有两个紫色的角色，啊，我没钱了。哎呀，可以啦。哎，搞啥呢？只能放弃了，没了，干，没抽到那个 T 零。好，这款 Rumble Heroes 74%阴性，25%阳性，163人投票，获胜。这款推荐各位单机老人可以玩一下，真的挺好玩的。游戏不怎么样，就是好玩，那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。接下来我们来玩一款超屌的 Princess Conan Grand Masters。好了，来玩这个公主连结自走棋。这个只开到4月10号而已嘛，一年只开10天。这个是公主连结的愚人节小游戏。我上次没有玩，是我第一次玩。不过日文的我可能看不太懂。但如果是自走棋的话，我也许还勉强可以玩得下去。比公主连结好玩。不要这样。公主连结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游戏了。玩法也稍旧了，选凯流就对了，美服倒了，没办法，感觉公联确实不是这个欧美的菜。感谢杰克让我知道公联自走棋大于本专，为什么平日不能好好做游戏？就这种营运型游戏，你那个基底打下去，你很难让它大改啊。开发人员说这款是兴趣使然做出来的，结果就这么屌。哦，他棋子做的好好看哦！先选个配壳。哦，刚刚是买棋子，然后这边是把它拉上场。下面是加成类型。每年工作室都在为了愚人节做准备吗？毕竟愚人节是一个能宣传自家的好机会哦。很多的品牌在愚人节都会特别认真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宣传可以做的特别的浮夸。像我觉得这次必胜客就很成功啊。没有披萨的披萨，真的很好笑，真的蛮有趣的。这个是有料的吗？我不知道，看起来还不错啦。但自走棋这种都会需要一直修正平衡之类的，短期来说应该就只是噱头玩玩为主。哇，三星的一排 Pico 全买了，三级的 Pick 拉到左右是卖掉，还可以装备。好了，就真的真的就自走棋。这个真的比公联好玩。自走棋这个玩法本身就算是蛮有趣的。其实我之前也玩过一段时间自走棋啦，应该说有疯过一阵子，那个时候没日没夜在打。一开始是玩那个 DOTA 自走棋。这个玩法其实是蛮好玩的。依照这个模板做出来的游戏通常也不会太差。只是这种玩法比较难压缩它的时间缩到很短。所以自走棋的手游很红的好像没有到那么多。反而是那个幸存者游戏这个玩法，很多人就一直把它拿来用，它的时间比较好，就可能一般是玩30分钟，但你要把它调成15分钟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好玩又适合老人，不用操作。炉石自走棋听说是不错，不是很多人都说炉石变自走棋启动器，那代表它的自走棋应该是做的不错吧。这么可爱的自走棋，感觉玩起来其实蛮疗愈的。应该说这种自走棋类的都要花一点时间摸啦，前期的学习成本会有点高。哇哇哇，不是吧？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打掉他！去，变布丁，变布丁。比游戏王简单多了，干妈，所有游戏几乎都比游戏王简单多了吧？完了，这个看起来就有料的，被烤烂。不行啊，这个游戏熟练度不够，根本操作不来。自走棋前期的常态啊，我刚刚合过一次了，我人已经快没了。欸，不行啊，我根本来不及，我的脑袋完全跟不上。哇，他有一只三星 Pico， 我刚一直被这个升阶跟星星搞混着。哇，刚好来一整组。好了，我不行了，这一把要下去了。这个可以赢，这个他妈可以赢，我打死一个人了，好爽，狠狠的灌下去。快满了，快满了！我看一下哦，装备随便给啦。我这个什么都来了一点。好了，这个没了，这个死定了，这个绝对打10以上。18滴，再见，8888。好了，还行啊，还行。
自走棋大概就这样吧，玩起来还可以啦。哇，还有图鉴是怎样啦？哦，就是让你看角色能力的。公联可不可以换成 3D 版的？角色几乎都有 3D 了，这可以套回去游戏本家了吧？为了愚人节做一个灵魂本游戏，真的是有心。这么好玩的游戏哪里下载？不用载了，已经要关了。我靠，这各种装备能力有够复杂。这款公主连接四走棋，阴性 87%， 阳性 12%， 165人投票，超级无敌强， 87% 阴性超级高。这款游戏欢迎找我们工商，真的有料。